这里是黄金一百秒，下一位挑战者您在哪里？各位阿姨你们好。啊，主持人好，四位老师好，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。来我们舞台上挑战，你们是健身达人，我这么说对吗？对。也对。你看阿姨手上的拿的这个就都是健身的。哦，在广场上打羽毛球。那叫两位再仔细看看啊。柔力球。柔力球。柔力球。对。哦，先跟我们亮亮身手好不好？好的，好。这个杨帆现在很流行，也叫太极球，它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它是讲这个圆形、弧形，跟太极一样。哦，不会掉下来。哎，不会掉下来。而且这是单人，还可以双人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！你看手腕、肩、肘，必须是成圆形。漂亮，来，请把国伦老师的椅子也放下来。我个人在家里有见过荷包蛋跟这个像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叫惯性。哎呀，就是要这个惯性，要转。哦，来宋宁来体会一下。哦，可以，他都很意外成功了。前面好啊，我老去公园，我倒是知道他们要先这样啊，哎，然后是，嘉明哥，你就属于这个团体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我没见过。违背的陈浪，阿姨给展示一下。哇，这个我第一次见。哇，哦，其实是拉力器啊。我觉得有一种舞蹈的美感，漂亮，对，还不错。同样的音乐，我们乐才团派出同年代的黄国伦老师。这不是双截棍。也不是弹弓。啊！哎，真的很舒服哎。来，宋宁。哎，真的有健身到，拉一拉不错，我觉得不错。来，注意美感啊。美感。你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你是美女。你看，中国最美女相声演员。加油加油！你还隐瞒你的年纪，宋宁。宋宁，你还跟我说你25，你都已经有50肩了。哎，真的是回不来。我问一下，你平时是怎么挠后背呢？我们只是要证明谁有50肩。我比较干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技术，技术。你那个胳膊就跟假肢。刚才我们说是运动，其实不准确的原因就是他这运动是有美感的，健身的，对，融入舞蹈的，所以谢谢谢谢，特别感谢有50肩的宋宁，我们已经运动开了，那阿姨们给我们展示一段广场舞好不好？这才是中国广场的风景啊。说出我们的口号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请转身。请准备100秒计时开始。哇，
哇，这已经不是广场舞范畴了吧？这是很专业的民族舞。专业的朝鲜族舞蹈了，而且是四位阿姨反串啊。表演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现场有200位观众，他们在支持你们。我们可以这个时候看一下有多少人没有启动反对键，一起来看。138位。小伙，给队长是吧？